Among Us 巫婆模式震撼来袭。在游戏中一共有三种特殊角色，分别是巫婆、内鬼和医生。巫婆的技能很硬，可以在附近船员的身上下毒药，在经过十几秒之后就会被毒倒，但是巫婆不可以毒医生，只能交给内鬼来解决。内鬼要配合巫婆找出医生并且刀掉他。内鬼和巫婆属于同一阵营，刀掉所有人就可以获得胜利。而这种模式的医生不能复活船员，只能治病，他可以帮助船员解除身上的毒，但是如果船员变成鸡腿后，医生就束手无策了。医生在躲避内鬼的同时保护所有船员完成任务，就可获得胜利。但是一说到但是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其实这模式中的巫婆还有一个隐藏任务，就是到最后只剩下内鬼和巫婆时，可以毒掉内鬼，以此来获得终极胜利。没想到这次居然是碟中碟，刺激。直接进入游戏，带大家体验一下巫婆角色。内鬼是浪哥，哈哈哈，对不住了，今天我要让你失望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次的话我就不能搞破坏了，重任只能交给内鬼，走去溜达一下，找机会下个毒药试试。我还要在放毒的同时找出医生，然后通知内鬼去刀了他。走吧，去找浪哥秘密接个头。浪哥，我们兄弟俩终于合作了，先分头行动找出医生，他是一个隐患，必须先刀了他。没问题，辉哥。哎，这样欺骗兄弟好吗？我这心里是真开心呀，竟然还能有这种机会。走去找个船员试一下技能，顺便看看能不能钓出医生。这船员都去哪儿了？飞船右面一个都没有，这么倒霉。哎，小黑快追上去，终于看见人了，先给他下个毒，跟着。哎呦我去，这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不对劲呀，他怎么还好好的？那说明刚才经过的几个人当中一定有医生帮他治好了，小宗的可能性最大，但是还不能完全确定。再来，还给他下个毒，这次看你怎么办。这个小宗又来了，莫非真的是他？好家伙，果然是他。小伙子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，都不隐藏一下。再来。OK， 已经可以完全确认了，这局的医生就是小宗。相信他也知道了我的身份。我现在要去找浪哥汇报发现的情况，让他刀了医生。浪哥，浪哥，我发现医生的踪迹了，是小宗，你快去找机会刀了他。没问题，辉哥，我去给你消除这个隐患。OK， 这次我就要下手了，见一个毒一个，医生的话就交给浪哥了。哎呦，追不上呀。哎，发现了浪哥，看来他还没找到医生，跟他一块行动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成功率就会高一些。就你了，小子，等会儿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，还搁这做任务呢，在这里守着，以免医生出现。 OK， 下一个人都哪儿去了呀？绿儿，先放过吧，我可不想回头被他折磨呀。哎呦喂，这次怎么这么大气。Thank you.
浪哥，你这手法自己坑自己呀，咱俩这不是尬住了吗？也进不去啊。可真能跑，得手了，这下我可就没什么威胁了。先屠了小青。浪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呀，是时候说再见了。滚！算了算了，再留一会儿，先把这个毒了。兄弟，该你啦！对不起，请你吃个鸡腿。一个，你好一个碟中谍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哈哈，剩下的就是解决这些船员。胜利就在眼前，玉儿别跑了，束手就擒吧，逃不掉的。去你的，臭辉哥。爽，浪哥对不住了，我保证这种出卖兄弟的事情不会有第二次的。 OK OK，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记得持续关注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模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